国语有声善书。一尺拱横唐善书，观音净土游记，主著仙佛为观世音菩萨，福鸾为通天永比，观音菩萨降，第十回浮云胜景小西天。诗曰：师生游访小西天，净土寻其事所传，即此三曹开普渡，十方六道结深缘。盛世著书访游观音净土，贤生灵神出窍，弟子参叩菩萨莲驾，贤生少礼吾等出发。是，师生上莲座出门。菩萨，弟子有事要请教，但不知适当不适当。贤生又何必欲言又止，如果是不适当，在此时此刻贤生就不会有意念。啊，弟子忘了您佛法无边，只是您知道弟子要问什么吗？如果不适当的问题，您又如何让弟子打消念头？贤生意念一起，无自然能够真知，否则这菩萨国岂非白修了？呵呵，至于要打消贤生的念头还不简单，只要加强一些能量干扰贤生的脑波，保证贤生的十念消失无影无踪。嘿，弟子倒真是疏忽了这个现象，因为以前著书总是意念流畅，也就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可以畅言无阻。既然您不反对弟子问此问题，弟子就斗胆陈述了。因为前几期要挑您毛病，翻了翻许多经典，虽然找不出可以破解您的毛病，但却因较有阅读经典，所以有疑问。佛陀在世说法二千余年来，佛经上在今世受各宗脉所尊崇，甚至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以气科学家犹不能推翻佛经所载。但是弟子读到弥勒菩萨下生经时，却见佛说到人世间人寿八万四千岁时，菩萨会以慈氏出家，旋即成道，行龙华三会，引渡世尊所遗众生，共成正觉。难道人寿真有可能八万四千岁吗？想古代最长寿者也只有陈抟老祖人寿八百，再推及更远古之三皇，也只不过仅万岁之寿。贤生洋洋洒洒说了许多，还漏了彭祖义是寿八百，而远古人寿最长寿之人是达到二万余岁，并且人之均寿都在千岁左右。弟子书读的不多，知道的也没您详尽，但是正如您所言，人之均寿也只不过千岁，那么八万四千岁简直是个不可能任务。呵呵，贤生太过武断，无告知贤生目下上天已准许传下一个药方，由人世间医学科技专家在研发，只要数年内大概可以完成此一药物，那么人均寿将可提升至百岁，而弥勒菩萨下世之时日上久，贤生以此推算可能吗？如果一个时期可以将人寿提升一百岁，那倒是可能，只是您泄露天机说有此药物之研发是真的吗？目下人世百岁人瑞也算不少，但是均寿则差远了，您应该是有所本吧？贤生玩笑开大了，吾等是在著书，吾怎可能信口开河？贤生不妨拭目以待，这种药物研发完成，会公诸于世，一定是大新闻。好了，贤生看看小西天浮云胜景吧。啊，哦，真是太美了。弟子看过近期最夯的电影《阿凡达》，里面电脑合成的画面已是让人叹为观止，这小西天浮云胜景比它更美十倍。您这也是合成的吧？弟子好像有点在梦中。倒让贤生说对了一半，是假的却也是真的。跟您著书让弟子最头痛的就是您老是说一半真一半假，要不然就是一半虚一半实，弟子很难体会，可否请您教示？贤生又要讽刺了，吾只不过实话实说，怎料到贤生想不透。因为这幅云胜景小西天在极乐世界中是属于未来因应教法传世所必要之所在，所以在此之佛菩萨以气善力根气，天龙八部、诸天王、诸大魔将、诸大天神均未参与目下各大教法，但是未来却是观音法门的主力，所以无因应贤生讲到人寿八万四千岁弥勒菩萨下世之因缘而带引贤生来此访游。哦，弟子明白了，这里是极乐世界中的世外桃源，好像各大净土天界都有这一类似的地方。弟子依稀记得游弥勒净土好像有万圣殿堂，里面许多不世出的教法，准备未来世因应。在五百罗汉宫中好像也有未来世，这种模式好像天界也在操兵因应未来。呵呵，贤生应该去当小说作家，描述得很生动，不过却是实情。未来弥勒下世是一大世因缘，怎能不圆满周全呢？贤生这一路走来，可有看见奇怪事物吗？有啊，
好多好多，不但在天际的云朵看起来好像很大很大，而每个事物好像都有连结。弟子的意思是说，他们好像会牵一发动全身，譬如说风吹树梢，然后落叶，叶落水面，好像水流因此加速，水速湍急，因而发出巨响，震天回音，使得浮云急速飘荡。哎呀，弟子不会形容，反正好像在看卡通，很夸张的画面。呵呵，好好，留个伏笔，不愧贤生40年著书功力，吾也配合贤生，那就回去了。咦，您又知道弟子的心意了，好危险。弟子若有一点点不好的意念，您也会马上知道。阿弥陀佛，南无弥勒佛，南无无量寿光佛，弟子差性没有不好的念头。贤生不要慌，在著书前吾已将贤生不善意阻绝在脑波外，所以吾不会知道贤生有什么不好念头。伸伸舌头抗议，您这话好像弟子会有歪念头，您下期把它撤了，看看弟子意念纯不纯正。呵呵，著书无戏言，下期吾会撤了，贤生出糗可不能抗议。好了，已到跪堂，贤生灵神投体吧。弟子恭送菩萨莲驾。谨行善度众，以气天心。目前无极直辖全真堂正在募款兴建全真大道灵修院，期望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相关资讯可至无极直辖全真堂网站详阅。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